啊，真的真的不能两退。哇，真的痛美鼻，我要打两个大踹啊！你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OK， 现在我在我的家楼下，然后其实我下来呢是有一个目的的，就是想要吃宵夜，我想要找一些那种饼干啊，那种面包吃就算了。然后我刚刚才发现到我的面包呢就过期了，旁边呢有点发霉，我就觉得哈，要不要发霉啊？我就来，哎，我就不知道，就突然间啊，就突然间呐、啊，我就想到一个东西，就是之前我在那种 YouTube 啊上面看过，有些人把那种好像纸皮啊，是什么纸箱，就弄到好像大便，然后拿来恶整对方。我就不懂为什么，我又看见那个面包，我在想这个面包可不可以弄成一个大便来玩你食？我连宵夜都不想吃了，你知道？我就这样看，我就自己去试试看去弄，然后我就弄出一个这样子的东西。我这个是我刚刚第一次试试看开始做，然后我觉得那个颜色不够深，因为我是放了一点麦洛水，然后把那个面包掺进去，然后再放一点 Nutella， 但是我觉得颜色还是有点浅啊，其实已经很接近了。其实我现在看到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吗？因为米斯一来到那种洗柳培呢，跟厕所有关的东西，他就不能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完全不能，你知道吗？他可以帮我打扫整个房间，可是他是不会帮我洗厕所的，因为他看到那些大便啊，或者是他看到那种肮脏的东西，他就会，你是很可爱的，我跟你讲，你是真的很可爱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有男女朋友的你们啊，或者是有兄弟姐妹的你们，你们有没有跟我同样的经历呢？就是现在你要小便或者是你要大便啊，刚好也是有人在小便跟大便的，我就每一次都是这样刚好的。然后这种巧合呢，是跟米斯每一天都发生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突然间想要小便，米斯就会比我先进厕所的。但米斯小很久，不懂为什么还这样在里面洗厕所这样。可是每次我进去没有，完了厕所还是很肮脏啊，我都不好在里面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 feel 到我的肚子好像要大便了，是不是？米斯就会突然间跟我讲 ，OK， 我要大便了。他赢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讲我要大便了，是不是？他就赢完了，就我不可以比他先大，因为我比他先大，他会霸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这些不能吃的面包，我就觉得，我觉得我可以玩一下他。我等一下在等米斯上厕所的时候，我再来玩他了。你看这些新面包已经发霉了一点，所以就，现在我觉得就这样子对着。放一点麦洛粉，真的吗？不可以放太多水，因为之前刚刚弄了一个放太多水了，好像要烂这样。然后最重要的灵魂 Nutella， 会不会很多？惨了，会不会很多？哇啦喂，我看到你想哭。很恶心耶。One eternity later. 迪亚，你在大便上，快点啊喂，我要大便了喂，快点啊，你可以不要每次我大便的时候你跟着大便嘛，每次都是这样的哦，你。哇，这个应该是我讲的吧？我现在大便，你要大便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要大便，你可以快点没有？哇，今天啊，真的快点，我真的不能了，你可以快点啊。你就不要搭了，你就停，你就给我搭，你就搭一半，你给我搭一半先。哎呦，怎么每次这样呢？我 ，OK， 停，你是硬的还是水的？
因为我的是水，我的很痛。两分钟，你再两分钟，我真的会捞出来，我真的不行了 ，B， 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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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。哎 ，B， 不能了，真的，真的不能了，快点，快点 ，B。啊，哇，真的很痛哎 ，B。哎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不能了，我觉得你20秒就可以，哇。啊，我要搭了，我搭出来了。啊你看，你看，哇塞！你啦，我跟你讲，我要大便，这里这样久，所以倒在地上，不然你要来了你。这个去你妈妈房间大便。他睡觉了。去楼下大便啊！我不要，我喜欢用我厕所的。你快清掉！不不不不啊！你帮我，你帮我，你帮我清。我这可以。你不可以什么？你大便大便就很臭，关你呢？换厕所吗？很臭。你不能关厕所，你快拿去里面马桶。你的大便比较臭。什么？大便很臭？你这么大在地上。快点清掉！你要我怎么样清？很恶心，你帮我。这个是你的大便来的，你对，可是我就跟你讲话大便了，你是怎样？还是肚子很痛？你不用洗屁股，你大了便。可是你再讲两分钟，两分钟，我等你再大了，你不用洗屁股，你就穿裤子啊？我有底裤吗？快点去清掉 ！Oh my god， 恶心！我请你帮我 ，please please 我 ，please please please 帮我帮我倒。你很奇怪，你不可以什么？这么你还要搭在地上，你不能。你滴血在隔壁啊？没有，我是大完了，我先拿那滴血过来的。太迟了，我就跟你讲，我 control 不到，已经在那个肛门就出来了。你又迟到了。你已经大完，快去清了 ，OK？ 快点去清理。等下你不清理啊，整个味道就散出来了。可是你的厕所已经很臭了，已经散完了，你就顺便。没有，你现在就拿滴血来散掉。你可以帮我，没有你每次帮你找你狗大便，你帮我找啊，这个跟狗大便没有什么分别的。狗是不会自己找大便，可是你这个是你大出来，快去找。那狗也是自己大出来，你不是叫狗去找？我就是要叫狗，快点去。不是你不是帮狗找，我在这里，快点，快点急。喂，拿滴血。怎么拿滴血？我不要浪费滴血。拿滴血擦，然后丢进马桶。What the fish？ 怎么我的大便？但你大便也是这样的样子啊？没有这样的 ，OK， 我不知道我大怎么样。怎么你看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看你看，哇！没有病，你看你看，乖。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， 我要呕我要呕，快拿出去快 ，Please 我求你快拿出去。怎么你还笑？没有这次的不同，没有真的，没你乖。走，这么玩大便你给我没有玩大便，你不要飞飞飞，可是你一直飞到你全部地上都是， okay, 你做什么？你很黏，快点去洗手 ！What the fuck？ OK。你怎么还浪费滴血？你就不浪费，快点去洗手，快去洗手，不要玩大便。不要，没有，你这次的不同的，你闻一下，你真的要闻一下，没有我的大便这次。因为你看 ，OK 了 ，OK， 你 OK 啦，你看到有白色的吗？这个是面包加 Nutella 还有麦乐粉啦，真的没有骗你，你看是面包，我没恶心。你给我亲啊，我不管怎样，你都给我自己亲、啊。哎，你帮我亲一下。哎、你要帮我，你自己亲。哎，我没有帮你要自己亲。谁叫你每次点多野哦？啊，你每次大便的时候啊，我跟你讲话大便了，你就在里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哦。真的是吗？可是你在大便。你来了。真的是面包没得啦。我刚才真的是想要呕、哦、，please 不要玩我，我是很反胃。你的大便，咦、欸，真的很香哎。你怎样弄到这样子的哈、啊？就整个大便一下子。喂。OK， 帮我洗 ，please， 很黏。这个你要弄到我的脚，擦掉。我讲擦掉。对呀，擦掉，用手擦。擦掉。喂。
狗一样的，玩都没有东西玩，玩大便。我不是玩大便 ，OK？ 你是玩那么多东西玩了，真的是。你玩都没有东西玩，玩大便。你每次抢厕所了，你不抄，真的是。你好像你们抢厕所这样。你每次都是你跟我讲，你在抄。